请问你现在不能进去哈、啊？因为台东县政府的禁制公告没有解除，所以还是要等它解除以后才可以。对，它、解除什么时候也不知道。最快，它应该是要等那个海上台风警报解除之后，它才会解除。哦，还是要。内港也管制中，所有的渔船都进港来避风。海浪时而越过堤防，可见它的威力之大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有一个漂流木流进内港来了。